什么情况？你抱一下我来，我来。这个是下面太潮湿了。他真的是第一次手泡。现在我们要闯入一个辣妹的家里，直击她，看看她到底呢在家里是什么样子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最美辣妈。的啊，对，门没锁是不是？我们闯入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让我们欢迎齐景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照顾的状况还可以吧？他说我刚刚还跟他讲说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吃饭，有人要来了。安宝宝，你在干嘛？你有点太新手明显了哦。有一点，哎，你他没有做效果，他是真的刚刚打翻奶粉被我发现。自动泡奶机了，你是怎么打翻的？所以你现在是在忙什么？对，你在忙什么？我是故障。小芝在生气，我要喝牛奶。还是气？就没水了。他怎么不跟我讲？他讲了，他有逼啊，他有逼。他真的没有在演，他平常就是这样。他刚才打翻奶粉。他平常是这样，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新的事情。很长很长，但通常泡奶粉会是谁的工作？机器的工作。那谁去装？不一定啊，因为就是我都已经帮他把它全部放在旁边了，不能还搞成这样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你抱一下我来，我来。这个是下面太潮湿了。为了减少我们两个的争吵，我连洗奶瓶机都有买。新手爸妈带宝宝真的是每天 Oh my god， 小记者才一进门直击，立刻就开始失控大哭，其实是因为肚子饿，但没想到辣妈齐景月哄半天，嫩爸阿汉泡奶出状况，机器突然卡粉，混乱场面更加混乱，也考验夫妻俩的危机处理。哎，你弄完了？还没修机器。我们来看爸爸在干嘛。请问你帮我拿一下那个擦的。这就是大哥。嗯，谁主要负责哪一个区块？其实不一定，大部分就是一个没有做好，另外一个补足。因为一开始如果就算先讲好好了，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预测说，好，假设我说，哎，今天我来喂，然后你来洗奶瓶什么之类的什么，但是很难。有时候我抱，那我就我喂啊。那他抱，那就是他喂。我可能早上起床，那我就满地捡奶瓶这样子。但他看起来蛮像爸爸的耶。啊，对。对啊，还好啦，他的嘴巴跟下巴像我，鼻子还看不出来，眼睛像爸爸。哦、有烦恼这件事吗？很烦恼，对，有一点烦恼。鼻子像就可以，其他不用，知道吗？哦、我专门是选一个鼻子挺的，要不是有那个鼻子，我不忍他这么久。哦、没有想过结婚的情况下，想过要生三个。对，我是没有想到结婚啦，对，这个比较意外。因为我从很早以前我就很想要生小孩，所以在这个七年我都一直在科普，然后一直在学习，所以我很早就已经想好想要怎么教育小孩，然后我就很有动力，就觉得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把他教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孩子，我希望他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，可是他现在还是个宝宝。产后才两个月而已，身材还维持这么辣，从最美女警到最美美人鱼，之后最美孕妇，到现在最美辣妈，真的是很会维持身材。然后你看我每天这样子抱着她蹲，怎么可能不瘦？对啊，我就是这样每天蹲，每天蹲。真的哎，说就是怀孕就是可以再拼一次那个 cup。我没有差。我好像本来就长这样了。那我穿最习惯的那一家，其实买到他们家的 F 或者是 G 就可以了，但是我怀孕的时候到 J， 很重，整个怀孕的时候胖到你自己，整个人都很重。我当时是要不是我活动力很强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整个人很像在举重走路，可是因为我觉得孕期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，我在孕期的时候有一直持续的在做一些比较轻的瑜伽啊，或者是运动，导致我的皮的弹性也好，或者是身体的恢复能力都还不错。
所以孕期跟产后的运动都很重要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你要看我怀孕的内衣吗？超夸张大的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吴瓜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丽晶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于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就在吉祥物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给你看，龙给你欢喜，龙给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合力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，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！